呢一首系一首讲小精灵嘅歌，小精灵嘅性格系好跳跳扎嘅，所以我哋会见到呢首歌里面有好多 staccato， 好似想营造好多小精灵喺面前嘅画面。虽然喺第五同第六个小节系冇显示到要弹 staccato， 但系呢两个小节其实系模仿第一同第二个小节嘅，所以我哋都建议翻考生弹埋 staccato。通常有小精灵的地方就会有恶魔响度，所以这首歌的大小声对比是非常之大，就好像在描述小精灵的鬼鼠和恶魔的横行霸道的感觉。